屁股换成台湾现代的飞机。没错。现在秋冬要到了，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再出去，不要让我们客户们不开出去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秋冬专案，请大家切实注意。五街昨天发生了山坡上有树干滚下来砸伤一对父子的意外，树干三公尺长，30公分粗，有重聚的痕迹。连线给吴淑萍。进去。好，这是苗栗泰安清安豆腐街，昨天下午1点多发生的意外。这根大约有3公尺长、30公分粗的树干，从陡峭的山坡上滚了下来，砸中了人。被砸中的是一对父子，40岁的特姓男子跟7岁的男童，他们有头晕头痛的状况。救护车把人送医的时候，救护人员仔细的检查伤者的反应状况。大麻。